Hello, Aname 的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ark 段延。不是我第一次来上海，可是第一次我个人的活动来上海。对，这次也没有机会可以出去逛，因为早上到，然后现在已经晚上了，然后明天早上一早就要走。Tiffany 活动就很开心可以参加的这个 Tiffany 的活动。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中国的艺人，可是非常开心的。然后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想再参加一次，有想过，可是等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开一家店，然后就我自己的什么衣服啊这些的，然后以后再做 accessory 这些，希望。每个人都可以穿，就女的、男的，如果年纪大、年纪小都可以穿。有在准备一个东西，希望你们一直关注，然后对，马上就会出来了，然后有准备一个 surprise 给大家，希望他们都会很喜欢，因为没有，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都是 God Seven 一起来，然后今年是第一次。我个人的 fan meeting，我个人的表演，所以，也有很多粉丝们来跟我一起过的时间，然后，有，受到他们的爱，所以很感谢他们。有，我第一次真的很紧张，我就表演了很多嘛，然后就我觉得不会那么紧张的，可是，一上舞台以前就太紧张，非常紧张，也会表演我自己写的歌。然后很快就会播出来给大家可以听，已经写过的，On My Way，On My Way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写的也是写我自己的story，现在还在努力的，所以也是有的，马上这首歌马上会出来，所以还没出来，所以我自己在练习，所以每天都在听。我最近有想再去学。Martial arts tricking 又在想学，因为我觉得可以做的这些动作不够多，想再去多学一点。对，在舞台上可更完以，美的舞台。对。我觉得练习生的时候，我们有 showcase 嘛，所以 showcase 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粉丝，可是那个时候一上舞台，然后收到粉丝的爱的时候，就很非常。开心，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当一个歌手，那个时候就是开始有这个梦想的。回到小时候弹钢琴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会做音乐，对，不知道我会当歌手，别放弃，一直学钢琴。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 GOT7 的 World Tour。因为这次做的比较大一点，然后，还有我自己的在中国的见面会，就想多来见中国的粉丝们，然后，想要后年健康。This is for my dream.